全市有355条路线，准点率是我们的绩效考核指标。新北市环保局长针对市容环境一一做简报，更规划定时定点收运垃圾，提升安全，细数各项垃圾减量政策及处理措施，希望将市民倒垃圾的小事成为新北的环保大事，持续干净清新，净零永续。这几年我们已经都达成了目标，包括我们淡水河域严重污染的长度已经减半，也为面对我们新北市在2030的愿景，我们很清楚的把目标定得很清楚。侯市长也强调，要公司协力以及县市互助，针对废弃物采多元及智能化，首创全国第一座公部门智能分选厂，透过 AI 智能选物分类垃圾，还能精准夹起没有挤压变形完整的餐盒，集中回收再利用。目前已经在五股下绿地盖好一座智能选物 AI 自动，减少人力负担。不管是我们的废弃物智能化，以及所有的垃圾能源化、利用化，让我们的资源回收，让我们的整个行政的效率都能够大幅的提升。新北规划2031年减碳30%，2050年达到净零碳排。除了迈向智能城市，也让新北环保成为全国指标。TVBS 新闻玲珑市张敏如、林立新北市报道。想扩大国际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。